我没伤着胖，没事，你快走。你小子，别以为你救了我，你就不是汉奸。小心点。 尼克甲，有好事儿！什么？大鱼抓到了！什么？大鱼抓到了！在哪儿？在那边。别开枪！李八一，抓我是没用的，要死一块死！你小子赚了！都别动！ 把枪放下！你抓我没有用的，看我！ 拿枪干什么？人都没了，你们拿枪干什么？把枪给我放下！你们都是废物吗？都在干什么？你们有什么用？连个人都顶不住，还有你们，都是废物，还有你。 怎么着？可不是啊！哎哎哎！干什么？
看样子昨天晚上宁队长没有收获呀，你可是立了军令状的。李秋生，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件事情很蹊跷，消息肯定是从内部传出去的。我一定会查清楚。拉不出屎赖毛科啊，宁武元，你可够专业的。干什么？南红啊，昨天的事儿纯属意外，人跑了是突发事件，谁也不要负责任。我认为是宁队长现场应变能力不强，导致行动功亏一篑，应该负主要责任。季科长说的对，宁武元可是立了军令状的。宁武元，你怎么说？厅长，事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。宁武元才来，对情况不了解，贸然让他带队，是我的责任。爸爸，行了，昨天的事儿谁也不要再提了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抓捕药王。厅长，这次行动失败是因为我的差错，所以我会继续查清的。你想怎么查？我想从那辆车开始查起。好，这件事交给你。是。你们所有人给我记住了，胆敢内讧，严惩不贷。老弟，你看出点门道了吗？什么门道？李秋成这小子是故意跟你过不去啊！那小子可不是什么好鸟，三年前从狮子缝里蹦出来，就一直是厅长面前的红人。你现在抢了他的风头啊！那大小姐，哎，明显向着他说话。按理说我刚回来，跟他又不认识，他干嘛跟我过不去呢？这，你说，我也纳闷啊，你说你长得这么帅，比那孙子强多了，他为什么不待见你啊？对啊，为什么呀？大小姐她为什么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啊？总之对你的态度就像俩人。为什么？乐意呗。高兴。哎呀，季科长，我要谢谢你帮我隐藏截取423的电报啊。哎呀，如果你要是不帮我的话，我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你记住啊，这回算是你欠我的，不要动我东西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的情。要不这样，季小姐赏个脸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顿饭。李秋成，你这算是在约我吗？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，可以这么理解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动这个心思。可是这个心思啊，是藏在心里面的，我可按耐不住啊。按耐不住，我可以帮你。哎，行，季小姐今天没心情，改天再约你。你等等，你记住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有这个耐心的好。还有，以后在厅里不要叫我季小姐。是，季科长。
歇会儿，快点！哎，你，有一批货，现在在码头上。我今天不做买卖。来，让开！让开什么呀？我事儿还没办完。北平宋电台的同志出事以后，上级准备再支援我们一步，这几天通过姚老板的商队送到天津。那个姚老板是咱们自己人吗？不是，但他是一个有良心的商人。这个姚老板是什么来着？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宁宝林在一个商队里讨过生活。怪不得他那天晚上会说出那样的话。啊，对了，帮我确认一下这个人的身份。什么人？他就是解开药王之谜的关键。帮主，宏达公司已经被警察盯上了，我去的晚了，光头已经交代了。谁敢查我的地方？是公子爷聂五元。怎么会是他？帮主，人怎么会走呢？你先出去。是，记着，把宏达公司关了。有人问起里面的事情，什么都不能说。是。怪了，门口不是有人守着吗？他们说没有见任何人出来，都是他们一群废物。赶快搜，啊，在院子里边搜一搜，他受了伤，肯定走不远。是。是共产党。
看来这么多年师父教你的东西你还没忘干净。宏达货运公司。宁远元这个人太子的聪明，其实他一直在故意误导我们。宁宝林家里有人受了伤，那个医生已经被我们抓了，现在正在拷问。畜生！畜生！呸！这是什么人？济民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今儿去宁宝林家的时候看见他了，顺便把他请过来。说，把你刚才说的话。李八一这辈子最痛恨的就是快点！快点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动！宁宝林，
如果我李八一今天死在你的枪下，我认了。但是我们的儿子当汉奸，绝不可以。如果你想开枪的话，赶紧的，否则就没机会了。李八一，站住！李八一，你还要往哪儿走啊你？啊，雷涛，你干嘛？这什么地方？你能拿枪进来吗？帮主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难怪上次看着你脸熟啊，原来还真是。太阳的目标就是三爷。宁宝林，你把我交出去吧，这样我就找不到五元了。猫，带他坐后面。查令了，可以滚了吧？滚！滚！他妈的，造反了！弟兄们，跟我上！我看你们敢动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科长，他们都造反了。我们今天是来抓共产党的，这里没有共产党。回你们警察厅去！对，滚！警察厅去！行了，滚！滚！警察厅办案，谁要阻拦，格杀勿论。我看谁敢动手。爸爸，真够热闹。
证明。他能证明什么呀？说，把你今天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。我说，今天早晨宁帮主府上的那位豹哥打来的电话，我就带了些手术器械就过来了。我要立刻给他手术，你就抓紧做吧。这是麻醉剂，可以减少你的疼痛。不用，我懂这个，我要时刻保持清醒。那你能忍得住吗？别废话，快来吧。大夫，你就听他的。好。忍着点，忍住。停住！忍住！停住！忍住！忍着点啊！那他有没有说，为什么要让那个人保持清醒？这他倒没说。他是不是共产党？看他的样子和气质。放屁！放你娘的狗臭屁！看样子就可以分辨出来谁是共产党。那警察厅就用不着养那么多的废物了。接着说。他说他就是共产党，并且他还是宁帮主的兄弟。血口喷人！宁宝林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大夫，你好像忘了什么吧？我忘了啥？忘记了我告诉你的话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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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看着啊！人是我打死的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！这事儿与帮主无关。你敢杀人？我跟你说，你以为你今天能活得了吗？你敢动他试试？我有什么不敢动的？让开！让开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厅长，这怎么回事？宁远，你爸爸窝藏了共产党，你少在这装蒜！我没让你说话，你给我闭嘴！李秋征说的没错，证据确凿，你爸爸宁宝林窝藏了一个共党。这个任务没让你参加，是怕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。在您眼里，我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吗？好，好，那这次咱们公事公办，如果在这查到了什么人，所有。爸的拜把兄弟，据我的调查，那个共产党与我们要抓的共产党特征是十分吻合的。哼，啊，你调查的事情有几？
这大夫他没说谎，他根本就救。我们好好庆祝。总之，我劝你不要再问了。李八一他什么都不知道，那您肯定会知道啊。我叫你五。